萝卜。好，我们现在70公斤及世界金腰带争夺战的第二场比赛，这场比赛的获胜者将和来自希腊的扬尼斯布尼斯一起进入到半决赛当中。是，还是先来介绍一下两位选手。红方选手是来自伊隆奥羽搏击俱乐部的浪子宋少秋，蓝方选手来自塞尔维亚的扎甘斯莫萨，绰号少林小子。是啊。好，这个今天是一个浪人对上浪子。为什么叫浪人呢？扎干他的拳馆名字叫浪人，是他教练当初到日本去打比赛时候的绰号，就像这日本武士浪人一样很厉害。现在他的教练也在台下。然后其实这个扎干啊是很效忠他的拳馆的，把拳馆的名字都刻在背上了。对，那这个扎干啊，他哥哥曾经在2017年打败过吴雪松，然后弟弟比哥哥更厉害，他的战绩21胜0败，然后有14是 KO 的，我太厉害了，相当恐怖。然后他的战绩也很让人觉得听完就会觉得胆战心惊哈，是21胜14 KO， 对，而且过半的 KO 率，对，太厉害了。那宋少秋今天碰到了强劲的对手，是。但是呢，宋少秋不认为今天的扎干是他主要的目标。他的目标是目标就那个穆瑟夫，还有另外一个这个米切尔。米切尔曾经击败过我们的胡亚飞。我们的中方运动员都非常的有意思哈。是。这个王超刚刚他的目标是穆瑟夫，对，但是很遗憾哈，是在刚刚比赛当中他失败了。对。而宋少秋的目标也不是扎干，但是。想要达到自己的目标，先把这场比赛拿下。对，因为刚刚的杨尼斯呢，宋少秋不放在眼里，他说他最近状况下滑了，我再遇到他肯定没问题的。看看这场比赛宋少秋能否拿下。对，拿下之后呢，就对上杨尼斯了。对上杨尼斯，对。我们这个对阵是在昨天称重的时候根据抽签来决定的。好，那这一场两位呢相对是放得比较开一点，一些动作都有做出来。对，哦，这个蓝方的动作好大，好接腿，但是对方懂得抗摔。其实现在这个白，对，他的教练扎干的教练很高很壮，然后呢他打法太灵活，他都是亲自下去用实战来带对手，带这个运动员，哇，厉害，所以那个运动员每个都吃尽苦头啊。那我们这个扎干了，现在是力量还小，年纪轻，但是他下半年会开始练习 MMA， 这个等到力量一拉上来，会更恐怖的。哇，他是2000年出生的，是，哇，我们还有2001年的都出来了。这宋老秋这个砍踢最后一下做得不错。但是你那个摆拳勾拳的拳你要注意一下啊，手腕要再转进来一点。刚刚听蔡老师的介绍，就觉得宋少秋今天碰到的是一个比较厉害的对手扎干。追逐里面这八个人里面是最高的。对，他身高1米85，臂展1.92，很厉害。我们期待着他的比赛，看这场比赛，哇，两位谁能够晋级？是，那他为什么叫少林小子呢？就是平常在馆内就是练功不说话，很有纪律，感觉就像个和尚，所以在馆里面帮他取个少林小子。武林风联合腾讯新闻极速版为大家准备了10万现金红包，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支持你喜欢的选手就可以领取喽。好，第二回合开始。是，我们再话说这个扎干，他16岁就开始打职业赛了，所以已经相当有经验了，所以英雄出少年。对，但是呢，可能这个扎干臂展太长了，有时候抡起拳来也是觉得动作有点大。是，但没办法，臂展就在那边了。宋少秋被逼到角落了，要注意一下。哇，那其实这个扎干呢，他教练教他不要看他教练很壮，但他的角度非常多变，速度非常快，技巧非常多，所以这些技术的观念都已经传授到这个少林小子身上了，就看他如何的去运用，能不能很好的应用到他的比赛当中了。今天这场比赛我们的蓝方扎干做了一些变化，还不是非常多，但是已经有给宋少秋一些压力了。对，再用后脚这边撩啊撩啊，在试探。两位都在这个寻找合适的机会。对，在找新的方法。对。
哦，这个目前扎干进入狩猎模式，开始打猎。你看他那个眼睛啊，要把我们送到就当猎物了。我、哦、刚刚就是那几腿就在玩弄猎物了。啊，当进入这种状态之后啊，其实会非常恐怖的。对。哇。哇。因为其实我们观众看不到啊，两位选手的脑袋里面还有内心里面都有很多话，很多很多的东西在跑过去，是的，是的，一直在动脑筋。哦，有这个组合，哇，小心了！宋阿秋要摇闪，宋阿秋的头部欠缺摇闪了，被打了好几次。对。哦，这一波进攻下来，可能蓝方取得一部分的优势了，因为已经有效命中好几拳了。但其实这种情况之下，宋少秋应该做哪些调整呢？第一个就是这个摇闪，要多一点，要开始抓对方的拳，因为刚有几拳呢，手也没拍掉对方的拳，头也没去闪掉对方的拳，所以对方就越打越开心了。哇，看小文做出发威哦，这个能够感受到这个力量，你看马上看到这个内部这个地方就红了，对，在之前就已经踢出来了，所以有些拳迷朋友就特别喜欢看70公斤级的对手，是有速度有力量。对，其实宋少秋是之前是拳很准，但是那腿偶尔也来一下哦，那刚对下就是惊天霹雳啊。对，我相信那扎盖也是非常痛的，没错。好，宋阿秋开始对这个扎干的拳有防御了，不错。好。河南卫视淘宝官方商城上线了，看武林风，打开手机淘宝搜索5个6，参与红蓝阵营竞猜，就有机会抽最高9999元的现金红包，帮你清空购物车，更多商城品质好货等你来选。武林风联合腾讯新闻极速版为大家准备了10万现金红包，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支持你喜欢的选手就可以领取喽。最后一回合，第三回合了。今天这场比赛蓝方扎干他的一个准度也出来，但是他爆发力穿透力还没有完全出来。嗯，那刚刚呢在第二局的尾末啊，这个我们的宋少秋后那一记的攻扫太厉害了。对，希望第三回合啊，那宋少秋能够多来个几腿。对，这个扎干的一个镰刀式的大勾拳啊，也是非常厉害的。好，宋阿秋的后手拳开始了，宋阿秋开始发功了。哦，跳膝赶快跑。哇，这一场好，那这场比赛获胜的选手呢将进入到半决赛当中，要对阵的是来自希腊的扬尼斯布尼斯，所以进入到第三回合了，两位一定要拼尽全力了。是，这场比赛比上一场呢节奏更紧凑。对，双方的一个连拳组合做得非常的好。尤其你看这个扎干蓝方的，每一拳每一腿都要出声音的，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习惯。所以其实打拳呢不用害羞，不要把那个气都憋在里面不敢出声。出声有利于这个发力跟这个换气。好，你看刚刚扎干是叭叭叭，现在变嘘嘘，反正是都要发出声音的。对，嘘嘘就是要把气换出来，刚才叭叭叭就是想把力量打出来。对，这是很好的习惯。是。哦，哇，双龙抢珠是吧？这个是什么动作？他想把对手的，想把宋少秋的手关起来，这个可能也是临时突然的怪招了，之前他也没做过了。好，宋少秋这最后砍那一脚还不错，啊，不错。好，这个有点过紧了，要注意一下。嗯。好，时间剩下不多了。对，宋少秋可能多用一些腿法，可能对自己更有优势一些。对，那其实宋少秋对自己的拳应该也是蛮有自信的。但今天碰到这个扎干啊，这个拳好像没有觉得发挥到极致啊。对的。
宋浩秋今天的腿比他的拳还好一点。对，再来一下，哇，踢到裆了，注意这个正蹬。好，继续。好，今天蓝方自己躲到角落里啊，这是个比较不好的习惯。哦，哇，他是要放大招，是要放大招。但是呢，他的一个弹力没有这个朝九玉桂那种高弹力，这宋浩秋跑掉了。还好最后的几秒钟了。对，一般是被关到角落啊，人家才会对他做跳击啊，他反而是自己到角落对对方做跳。宋浩秋一下就跑掉了，啊，这观念就跟那个常理比较有点差异的。好，看谁能够对上杨尼斯。对，期待比赛的结果。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8-30，二号裁判28-30，三号裁判28-29，比赛结果蓝方胜 ，winner。少林小子扎干，感谢宋少秋。